青春转看龙的宫，龙年运势大不同。哎，过年快到了，我们有什么计划啊？我们要去桃园龙的宫。桃园龙的宫有什么活动呢？桃园龙的宫新春有一系列的活动哦。首先的话是农历的12月29号的十岁团拜。哎，为什么你手上这么多红包啊？这不是红包，这是发财金，也就是辞岁团拜结束之后会开放给大家所祈求的发财金。那龙德宫呢，有十尊神圣，也就十种不同的发财金哦。这么澎湃啊！那除了发财金之外，还有什么活动呢？在农历的初一到初五，我们会有七星平安桥，也就是天上圣母四妈祖所交代的，要给大家消灾厄、添福寿。那桥上共有七个透明的压克力盘，下面有七个七星炉，炉火里面呢、都压着四妈祖所特赐的福力，来帮我们护持，赐给大家无限的福气。欢迎大家新春的时候来桃园龙德宫走七星平安桥，让大家走过后身体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走过平安桥，记得也要敲一下开运锣，咚！锣声一响，黄金万两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！